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抖音 AI 原创图文项目，一键根据关键词生成原创图片，每天十分钟，日赚500块。这是最新的抖音 AI 图文实战教程，课程内容是账号前期的起号啊，起号怎么做，需要用到的 AI 软件有哪些，包含使用教程，还有10000组关键词资料包，快速出图，这次是变现方法，大家看看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这都是 AI 原创出来的。我们看这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大家看看，先看这两个，还有其他的文件的话也正在上传中，综合软件的介绍啊，账号的打造，如何打造账号，这是11款软件，包括使用的教程，这是上万组关键词，根据关键词来生成图片，主要是做的这一个，花呀、风景啊、动物呀、人物呀，也可以做美女图片都可以，这是变现。包括口令、抖音小程序或者是快手小程序来变现，这个是卖原创版权，还有这个音乐任务，推广音乐任务，变现方式还是非常多的，这个变现也是挺给力的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原创图文项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